可以赶快完成的，你就不要拖延；可以做一片江山的，你就不要说我只要完成小虾米就可以。人呢，有点志气，对不对？否则再回头，你说，哎呀，早知道我那个时候就好好努力一下，哪那么多早知道？早知道大家都发财了，是不是？就是不知道。但进入到超马世界里面，因为太阳圣德比较鸡婆，把不知你不知道或你不该知道全部让你知道了，那就好了嘛，就照着做着不就结了吗？答案就出来了嘛。那你说我讲的是对还是错呢？对，那我不是讲过吗？最保险的做实验嘛，也不要说我讲的口沫横飞，我讲都对，那太不公平了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去做实验，再证明太阳神的讲的每一句话都对，你就千万不要小看太阳神的所讲的每一句话。所以一刻不得闲了，不能再掉以轻心、吊儿郎当了，是不是？一切都是为自己好。你说过节重要，还是这个天地重要？人天地重要。所以哦，你看哦，昨天礼拜五，是不是有多少位我们超马家人叮叮当当的南部、中部的坐上来，北部踏青，踏到我们的对面二楼有没有？然后那个精英会觉得上的还不错，觉得叮叮当又回去了，觉得满载而归一天。哎，这种法喜就不是一般，你说去哪里赏月与否的法喜啊？这种法喜很奇妙的，啊，那种心安，那种平静，是不是？不管怎么样，也去那边跟我照一张相。你知道这件事吧？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你心中要有我，我，有不要把我的名字都说错。对，啊，所以啊，你要知道，这天地之间呢，一秒钟之间呢，可以完成多少事情，你真的很难预估。但是我已经告诉你，天地的公文在一秒钟就可以达到，你相不相信？你可能不相信，相信。但我告诉你，事实就是如此，事实就是如此。包括现在共修，我在跟你讲的是，该一个相关单位该要写上去的就得写上去，一刻不得闲。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事情，是不是？你可能很难想象太阳神的是不是疯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讲哦，听起来真的像童话，对不对？像儿戏。但是如果你证据是真的是如此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儿戏了，千万别儿戏。对不对？因为千载难逢，你要等多久才这个戏嘛？是不是？还有真人在你面前表演，哪里找？